这一切根本不是我回到10年前那么简单，而是我们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相遇彼此。陆渊，陆渊，陆姑娘，你如何才能信我啊？之前在镜花楼胡言乱语也就罢了，你现在又来咒我弟弟。如果明日我真的帮陆石化险为夷了，你是否就能相信我那日在镜花楼说的话？明日你便会知晓。 下宇文破军，好久不见呐！你是谁？陆石呢？在取你性命的路上。哈哈，传令，在。先杀了这个妖妇，是，给我杀了！李丞相，胡宝英果然将计就计，进入琉璃谷了。走。 做什么呀？我来是告诉你，进入琉璃谷的人根本不是陆石，他们这是要攻上山头后发制人呢。你怎么就不着急呢？要不我这个丞相你来当？切，我赵启龙把你当成兄弟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？无妨，他们不过是负隅顽抗罢了。今日琉璃谷天朗气清。 陆石休想借物攻上山头，他与谷中替身，皆必死无疑。哪怕代替陆石的，是那个女人。谁？